你啊，当你老大好，你也得自己红火耍。你想要回去厝诶？想袂到煞拄到你人生当中上恐怖诶代志。迄个人雄雄冲出来，伊甲你抓条诶，甲你拖去巷仔内，用自己红火耍，甲你喊救命机会砸掉啊！这个人的气力真正足大，伊把你压伫涂骹，让你跑到顶当。你是要走？你是要喊救命？啊，不过煞无法度，因为伊把你的咽喉缀条条的，你是要喊拢喊袂出来。你敢会当目睭轻轻看到巷仔口？那是代表你受到腐朽的红雨伞。没个讲啊！从你刚开始，你就不是纯洁的吴静玉啊！你为一个单纯的查囡仔，变成对任何代志拢无感觉的查某人。因为伊大概看到这个红雨伞，你就会起笑，你就会想起那暗的代志。咱还有一个代志要收尾，我来等啊。辛苦你，待会见。我的理由是什么理由？让你变作是一个杀人犯，但得你用未来去压赌，我嘛无可能又再惹白来啊！我会派人去救吴静玉，然后你对我去亲家面头前回事嘞，我无可能让这件代志变作是一个无法度弥补的悲剧。干！你不准去管我！我是你妈呢！你不是，你是我幺妈。你现在来讲啥？我伫停车场听个清清楚楚，你的真情告白啊！你即马决心，拢想要去弥补迄个陈明宇，所以你才会这么着急，想要跟我这无血缘的假后生切断关系？不是安尼啦！别给我辩解啊！信贤，恭喜你！你大嫂答应改变我的人生，
我放弃弟弟，只望国家杀个地家，我是为这个得死，我人生我家己作主。咱母仔应该好好讲起来啊！爸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给我爸死，你给我爸死，我这人哪敢接赔罪啊！晴晴，你先别激动啦，反正明仔透早吼，就会传来找到情玉的好消息啦。我去找静玉啊，静玉，静玉，吴总，静玉，吴总，你看你有静玉了，你别冲动了，你别冤枉我们个陈静玉，我还牺牲把都做阿伯，我死完个牺牲鬼。姓林啊，你先别冲动了，你别当这里不好了。我无情欲，我真正话袂落去啊！我想要去白情欲，我去听个，我都喘气啊！我拜托你赶紧改头好无？我要去找情欲。姓钱，你们俩做工唔知啊？是恁个猪还是？我唔对啊，就是我还是金玉啊，金玉就是为我这样子，我是要去找你。你确实用你的命去陪金玉啊，啊不过你也知影，等你死去了，无任何机会通找我，金玉去天堂，你会落地啊？我知影你这么真生气。也唔过哦，恁拍信贤嘛无效啊，这是意外。即摆情况下落不明，是毋是咱找着人了后再去讲？啊，毋过武当署长，听吴信贤的讲法，伊敢若真确定静玉已经死啊。当阿未找着，阮静玉无可能会死啦。有听到无？这才正常反应。要该心爱的人出代志。应该会第一反应是无安心的，啊！我你嘞，你这样叫我接受金玉已经死的事实，是不是太奇怪啊？吴信贤，你甲阮都接受参组的演，啊！不过你演到伤过出力啦，你已经肯定金玉已经死啊，迄就表示讲是你对金玉当下手的。我当什么下手啊？我甲金玉已经签好婚前协议书，我已经拍算要把我一切拢交予伊。我现在做要甲伊害死，是甚么原因？你该心里有数。好啊，你想要死哦，我成全你。你着为大厝边跳落去。小宝，行，来送伊去。行，走，你们同志，你看人抢来了，放手不管。是想要过过，我对金玉去。恁组织一个这么痴情的人，对伊想要残忍啊！我是来跟伊斗三江，行！你们这些人太奇怪了。讲到秘书武总是凶手同款，你是受害者呢。你总算讲出嘴啊！对，伊就是凶手。啊，不过，那是伊，是你。到万新明，阿哥吴信贤杀的，做一个真海死的。陈文尧，你到底是在讲啥？你乃讲是应该真要害死的，你想我是搞会讲清楚？无啥讲清楚，
因为这一切都是我跟温柔清伊听到的。是叹啥？紧讲啊！我有准备一支手机啊，让静宇留在身躯边，我有交代。考试官有任何的代志，随时打电话。在山顶的餐厅，我接到静宇的电话。我跟温柔两个人清清楚楚听到，因三个人必是静宇的话。我到现场的时候才知影，请我骗去另外一个所在，我才慢一步。是咩？因讲的敢真实嘞？我真正听无，因到底是讲啥？我原本甲静宇好好伫咧食饭，签婚前协议，这几个过程当中完全拢无讲电话，甚至是有讲有笑。我甲伊讲，等咱结婚了啊，我一定找一个上好的医生替伊做治疗。等伊目睭若是好起来啊，我就要带伊去环游世界，我好看下这世界的好。咱回来啊，咱才生几个囡仔。林傲，林傲，我是安怎无甲这话录音录起来，当作是我上快乐的记忆？白彩文，我姓谢，你讲的是白彩文，什么垃圾？录空气哦，还是要录？你三个强苗，甲这还是禁锢？你若是有什么禁锢，都提出来我看，看是禁药卡，你什么童年记录，还是什么的，拢紧提出来啊！今日手机啊，放断卡手，所有联络讯息拢无去啊，所以就是无证据嘛，对吧？无证据，你来这讲这莫名其妙的话是要创啥？啊？这么上过伤心的人是信贤甲亲家呢，你搁走来咧乱，敢会想过苦啊？证据暗藏甲无证据，这是两回事。陆家福，你个金玉给我，你个金玉给我，金玉给我，吴先生，金玉甲我上手机联络的，是甲我讲你约会地点。你都要讲啥？家福是欠我钱啊，哪里我嘞？我有什么理由敢到三江上完我上门？因为你我赌啊！你忘了我有完整的家庭，我有爸爸妈妈，啊，不过你无，因为我妈跟陈昌盛拢放杀你，所以你爱我比你爸更苦，对不？对啊，陈文尧是你跟陈忠雄生的后生，忘不掉啊，啊，不过这一切。甲咱这代志一点关系都无啊！我伫讲到底啊，因就是看袂过我甲靖宇幸福美满，为因所无一切，所以甲罗家福就表面上甲伊情好好，啊，不过私底下想要甲靖宇害死拆散阮。你两个哦，莫搁伫只乱啊啦！这婚礼是阮慢改一个不改的代志，这甲恁一点仔关系拢无啊！啊，若是讲搜救队啊，是警方这边，阮会处理。恁若是要逃走，要袂切，那恁就赶紧去。啊，若无到时阵哦，等警察找上门，要抓恁的时阵，恁才来讲恁冤枉的。我才来看，明仔载到底谁是冤枉的？咱就看卖明仔载祈福会，敢会有记者出现？吴新贤。我看你在演哪个？恁两个是乱耍的啊！即马大家拢在诚心的，莫搁伫大家的口水顶关收严啊！追！